是第一名的领先者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要这个更加的努力，做出更好。所以接着下来，我要请你来宣布这个演出的曲目，非常有意义的，大声喊出来四个字，你们。战火燃烧，战火燃烧！有请表演节目《战火燃烧》。时代在这 YY 里面去主播，历史长河浪推前的 YY 娱乐五周年，金色年华，金色时代，娱乐盛典第四载，我们是个大家庭，前中的人情传美名， YY 的公会几千家，我所有的礼物一起刷，帅哥靓女不能断，咱家的主播过百万， YY 主播超能说，那么主是一个毕加索，但主炫酷不用说，那么小损样是开心果，赵家俊他很活泼，那么王小元却搞笑多，奇闻异事趣闻多，那么狗剩蛋逼能演说，一三一四多价值，玫瑰花里面有支持，公会主播欢乐多，让谢小雨来说一说。学多才是一林宇轩的八卦消息心，甜美歌宝的音色沉，才子白话的是男神，烦恼思绪都不用愁，有点可以听你写温柔，金牌最强是我这里，其他平台都不能比，九旬有情又有意 ，So my 我的好兄弟 ，What？先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普雷家族的成员，实力摆在眼前，都红了半边天，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大哥放在心里边，凯西和悠悠长得那是真性感，没事来看看样哥，他也显得不一般，都问经典的黑马是谁，他名字叫小安，安可写的原创能把全场都嗨翻，看小白龙的户外，听王冕唱的歌，看看小苏子和萌叔低调老头的开直播，看漂亮的棉花兔和搞笑的李先生，还有帅气的小木叔，现在有请力哥。
这风波，猜那宝哥是传说，二二主播才艺多，一直努力在奔波，情男才子有特色，帅气伟坤韩雅乐，德歌音乐佼佼者，新村搞怪夏可可，素炫有情赛男模，阳光帅气是阿哲，城市总裁业无道，村谷农民是洪涛，大脸人美唱功好，欢乐大佛才艺高，女麦 C 好气派，放荡不拘特殊外，东方宝号实力派，动感妖娆又可爱，小二二嫂天天配，活力摇滚莫里飞，创作达人赵娇蕾，主持雪熊天生美，柔美抒情风小筝，明日之星歪歪声，昔日风云手遮天，今朝幻彩穿云间，兄弟情深除万难，姐妹一怒柔情暖，亲朋友难除旧缘，好友遇到无人嫌，江湖救急不独立，彼此亲戚不客气，身前排位即厮杀，背后笑谈轻看他，榜上不止兄弟义，功名利禄在心里，粉丝心中有秤砣，既看才艺又看德，德艺双馨好主播，谈笑风生美名多，回首历史许多载，风云莫测江山改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欢度盛世齐贺岁，黄金时代星空闪，万里红图一大闪，年度盛典造盛世，放眼未来欢聚日，年度盛典造盛世，放眼未来欢聚日，掌声鼓励。哎呀，令人感动啊！哎呀，这经过两年了，我看你们的成长真太可怕了。今天真的是让我们见识到呢，我们 YY 平台这个造星运动，每一个在我心里面都是巨星。好好给自己加油，再鼓励。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获奖主播一起上台好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来一起上台，哎，给他们啊过来露个脸，露个脸啊，一起上台。同时呢，邀请我们所有的颁奖人也一起上台好吗？来来来，邀请我们颁奖人啊，到我们台前来，来来来，哎，请往中间站一下啊，来让个位置啊，让个位儿，让个位儿啊。哎呀呀，谁戳我？就你，好。好，谢谢他们啊。那么今天呢，非常开心呢，能够有这个这样的好的机会。2015年，我们 YY 的娱乐平台的一个盛典呢，啊，在这边马上就是要做结束了，是一个非常圆满的成功。我们所有的演出者、所有的参与者，都让我们更感动。今年很好，2016年马上就要纳入我们的手中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期待大家明年见。拜拜 ，Thank you， 谢谢，来跟大家挥挥手好吗？啊，我们说现场的好朋友，还有我们在网络上面的好朋友，2016年就等着我们大家把它信手拈来了，交到我们的手上，更成功的一年。再次谢谢我们 YY 所有的领导，也谢谢他们，谢谢。Good job, thank you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你们看起来真像啊，自拍，自拍，自拍啊。